这一周我们信义路通化街口20年没变，人事还一样吗？本来想到信义计划区去看一看走一走，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坐到了大安站下车。后来搭上车子之后，忽然间想到要从信义路安和路这里走过去101，出捷运之后走向电扶梯去排队，忽然间看见旁边有一些人，他们却没有来跟我插队，而是等到最后面的一个人之后他们才排上队来，给我的感觉非常的不错，没有那种上海的小紧张。出了捷运4号口之后，发现通化街这里的建筑物都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是感觉人变少了，还有很多的店家关门了。疫情确实改变了很多人，这些实体店很难经营，所以他们也都关门了，真的是让人家有一点点难过。当时这边是多么的热闹啊，这里的都是黄金店面呢，也都是一些高级的住宅区哦。还记得那时候还是小年轻的时候，总是会到信义路这里来逛逛街啊，然后吃吃饭。没有想到现在的样子，真的只能拍拍101了，拍拍这一些曾经走过的路，我想要留下一些记录。今天就不走去通化夜市了，因为现在还早，决定到对面的麦当劳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，看一下周围的状况。这是一家比较小型的麦当劳，所以它的座位呢也不多，那只能到3楼去才有玻璃可以看到外面。我们就找个位置喝杯咖啡，看一下整个的交通状况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热闹呢。坐在这里半个小时，看着窗外，发现到整个的状况真的跟以前大大不同了。也许是因为有了捷运，所以路面上面的车子少了，那人行也少了，所以呢整个感觉就是忽然间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寂寞感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决定出来往前走，走到101去看看是不是人潮都被101那边给吸引走了，所以这里变成了寂寞感。心里想着出来之后往101走，应该会慢慢的热闹起来，应该会有一些店家会开着，却没有想到一路上还是很多店家在招租。看到吗？这一路上呢，只有警察的车子临停在这里，其他都没有什么车子临停。记得以前要在信义路这边随便临停一下都很困难。走着走着呢，遇到有网红在这里拍摄影片，应该是他们的业配吧，我们就不管他了，往前走吧。过了光复南路以后呢，就再看一下周围，没有想到周围也是这样冷冷清清，没有以前的热闹拥挤。还会是另外一种可能吗？是我在上海待久了，所以那里到处都是人，回来之后就发现到人跟车都少了吗？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？说实话，我有一点点心疼这里，毕竟这里呢曾经是我年轻的时候经常来的地方，这里呢是我们每天去逛街去吃饭的地方，现在却是人车都这么少。也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快我就走到了基隆路口，是不是去了上海之后回来就发现到路的距离都变短了，所以呢一站跟一站之间就这么的近，我已经到101了。这条路呢是我年轻的时候要去上班都要走的路，因为我以前住在五星街，也在庄敬路上班过，所以我对这里很熟悉，却现在变得很陌生。走过基隆路口的时候，发现到这里的车已经不再堵了，往日基隆路这里是会堵车很厉害的地方，竟然现在是这样的流畅，有一点点小惊讶。到了台北车站的时候，发现有人在排队等公车，却空出了通道让路人可以通行，
真的是太自动自发了，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。家人们，谢谢你们陪我逛街哦，请你们用幸运又富贵的手帮我们按下订阅的按钮哦。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。